从台北市长蒋万安手中接下感谢状，中嘉集团联制处双北系统台总经理徐雪玲开心与市长合影，为台北灯节共同打造精彩的观光活动留下纪念。台北灯节展期31天圆满落幕，中嘉宽屏提供兼具元宵氛围与企业精神的灯节作品，吸引人潮，活络地方经济与赏灯体验。今天龙年，想说来沾沾喜气呀、啊，来看灯会。每一年都会带他们来看灯会，因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。然后我们也有自己带灯笼来，很开心。其实今年的灯节，我们特别选在西区，也就是从西门町商圈一路沿着中华路到北门。其实沿路有非常多漂亮、精彩、丰富的灯饰。那我们之所以选在西区，去年在东区我们有了大巨蛋，成为台北的新地标，台北市民的骄傲。那灯节我们选在西区，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市民朋友，带来许多的商机，也活络地方的经济。蒋万安亲自颁发所有参展单位感谢状，感谢友好城市与企业响应，推出许多特色灯组，也特别感谢策展团队与市府各单位，包括警察、义交、消防、清洁及医护同仁投入大量人力，周边商圈也齐心响应，让活动圆满落幕。记者翁俊台北报道。